娘子。啊，相公。娘子，你怀胎三年，终于生下来了，辛苦了娘子，生的是个男球还是女球啊？为啥生了个球啊？相公，殿下留球。娘子木兰，想你怀胎三年零六个月，如今竟产下如此怪物，定然有妖物在中作祟啊。相公，这并不是我们的孩子。实不相瞒，此球乃妾身三年来无所事事，发逼屎积攒而成，一直以来瞒着相公，实在对不住了。娘子，你敢再无聊点吗？那孩子呢？爹爹。啊！孩儿在此。少爷看家。爹爹，孩儿不是妖女啊，为何一见面就对孩儿刀剑相向啊？住口！我没有一生下来就会空手接白刃的孩儿。爹爹，恕孩儿直言，空手接白刃并不是孩儿的本事，而是爹爹你的设定就是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呐、啊！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呐、啊！一派胡言！纵然如此，我李某人相貌堂堂，妻子花容月貌，怎么生出你这种山野莽夫呢？原来如此，爹爹是不喜欢孩儿的外貌，那就好办了。虽然我自己觉得现在这外貌非常完美，过目各种意义上。既然是爹爹不喜欢，那么就算了。其实，在我诞生之后，还有一次重新设定形象的机会哦。括弧笑，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啊个屁呀、啊！你这是哪来的山寨网游啊？括弧笑是什么鬼呀、啊？不要给自己乱加设定啊！请选择您喜欢的形象。这是神马养成游戏啊，还得选头像呢。压的还是个妹纸，没见过这么实话性格的妹纸。我看还是选这个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咦，请您选择喜欢的服饰。啊，这个服饰不太对呀、啊。不过我喜欢。设定完毕，角色生成中。啊、这么快？提醒不用设置。爹爹，这个新形象还蛮清爽的嘛。王二，胆敢拦我，你反了不成？是王二老爷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不知道为什么身体突然不受控制了，那就跑过来空手接白刃了。罢了罢了，事到如今也无法证明乳非我亲生，就当做生了个强壮点的女儿吧。爹爹讨厌啦。虽然人家长得可爱了些，但是人家是十足的